一般情况下，肾的好坏完全可以从外观上看出来，尤其是男性，他们的很多特征都受到肾脏分泌雄性激素的影响。如果肾脏过于透支，人会提不起精神，工作效率下降等问题，在为爱鼓掌这件事上也变得力不从心，总以为自己只是休息不好，其实是肾虚。肾虚有很多表现，快来看看你中了几条。早发现早，别等到不可挽回了才着急。一，将少许尿液倒入一杯清水中，如果水仍很清净，表示身体健康。如果水变得浑浊或有油浮于水面，绝大多数是肾不好。两，小便无力，滴滴答答，淋漓不尽。三，手部不提重物，爬到三楼，两腿无力。四，在厨房做饭，站立时间超过一小时，就感觉两腿发软。五，夏天在空调房里睡觉，起床时感觉全身疲乏无力。六，提笔忘字，写字经常出错，张口结舌，总想不起下句话要说什么，有丢三落四的忘事症状。七，总感觉有困意，正常睡眠过后也会不断打哈欠。八，对新生活不感兴趣，夫妻生活质量不高。肾虚还分两种，阴虚和阳虚。阳虚就是火弱，阴虚就是水弱。人们吃进东西，吸进氧气，通过肠胃的生物转换，就会产生能量。这种能量就是人体之火，生命之火，这就是人体的阳气。而阴的水指的是血液、体液，中医中常说的滋阴就是滋养体内的阴液。人为什么会出现阴虚和阳虚呢？打个比方，就像烧水做饭一样，如果火烧得过大，水会烧干，饭会烧糊。同样，如果火不够的话，水烧不开，饭也做不熟。人体也一样，如果一个人的阳气不足，人就会运化不好，人就会失咒，身体发胖，舌头发胖，大便都不成形。反之，如果一个人阴液不足，人就会显得很瘦，并且容易口干和便秘。因此一般而言，胖人多阳虚，而瘦人多阴虚。老中医粗盐补肾的老一辈留下了炒粗盐的方法，很多年纪稍大的朋友可能听说过这样的方法，但是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中医上讲，热敷又称为运，可以起到温热肌肤、行气活血、祛风散寒、祛瘀止痛的作用。对于现在三伏天的天气，热敷似乎尤为适用。中医认为盐是入肾经的，能够将药物的作用引入肾经，有补肾的功效。盐巴具有能够很快的吸热，然后均匀的释放热量的特性。炒盐巴放在肚脐上面，也就是中医的神阙穴上面，有补肾益精的作用。里面加上小茴香，炒熟放在肚子上面，补肾功效翻倍。但是需要注意不要烫伤。黑桑葚滋补壮阳，效果赛鹿茸，男人吃最补。十天回到20岁，桑葚的功效与作用相信大家都知道，它不仅利尿保健消暑，还补肝益肾，生津润燥，无患明目，是一种很好的水果。桑葚在滋阴益肾、补血润燥方面也是颇见功力。桑葚在中药上属于药食同源的品种，中医认为桑葚味甘酸，性微寒，入心、肝、肾经，味滋补强壮，养心益智佳果。中医一点记载，桑葚益肾脏而固精，久服黑发明目。秦王孟婴还说，桑葚滋肝肾，充血液，健步履，故肾虚之人，尤其是肾阴不足者，食之最宜。西医官方认证，西医研究发现，桑葚富含锰元素和锌元素，能强力促进性激素分泌，从根源上提高精子活性，让肾脏恢复动力，从而达到壮阳的效果。食用桑葚干是最好的方式。精血先将野生桑葚经过自然晾晒而干，精心挑选颗粒饱满个头均匀的好品种桑葚干，入口酸甜可口，果肉肥厚。桑葚性微寒，具有很好的补肾和利尿的作用，坚持一周后肾有利尿顺畅。仅 PGC card PGC-CARD-HREF Text Declaration None
outline, none, display, block, width 100%, height 100%, 仅 PGC card, PGC-CARD-HREF, have a text decoration, none PC, 两视星 PGC card box sizing, border box, high 164px, border, exit 仅18188, position, relative,Padding 20px, 94px, 12px, 180px, Overflow, Hidden, PGC card, After content, Display, Block, Border left, Exit 仅18188, Height, 120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76px, Top 20px, PGC cover position, Absolute, Width 162px, Height,162px, top 0, left 0, background size, cover, PGC content overflow, hidden, position, relative, top, 50%, WebKit transform, translated, 50%, transform, translated, 50%, PGC-CONTENT-TITLE, font size, 18px, color, 22, line height,一 font weight, bold,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white space, wrap, PGC-CONTENT-DESC, font size, 64px, color, 仅444,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padding top, 9px, overflow, hidden, line height, 1.2mm, display,WebKit inline box, WebKit line clamp, 二 WebKit box orient, vertical, PGC-CONTENT-PRICE, font size, 22px, color, 仅 F85959, padding top, 18px, line height 1mm, PGC-CARD-BUY, width, 75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零 top 50px color 仅400599 font size 14px text line center PGC 杠 BUY 杠 TEXT padding top 10px PGC 杠 ICON 杠 BUY height 23px width 20px display inline block background URL https s 零static comp gcv rpgc tpl static image commodity by frb 4 da png 食疗配合适当的运动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可以延缓衰老同时也能补肾壮阳对于肾虚尿频有很大的帮助不过要注意运动强度不要太大可以选择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运动项目最好是有氧运动这样可以加快身体的血液循环改善气血亏虚的状态常见的运动项目有慢跑快走游泳等另外赤脚在鹅卵石上行走对肾虚也有帮助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